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若以红色光照射这个剖开的这个，黄色小玉瓜，小玉瓜果肉了这是小玉了那你红色光这样照下去，这是黄色的，什么叫黄色呢？黄色就是说你太阳光照下去，太阳光是白色的，白色光有。这个是红、绿、蓝都有嘛？照下去以后的话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这个，蓝光被吸收掉，那反射的话就是红光加绿光的混合光，红光加绿光混合光的话就是黄光了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红光照下去的话，它的话呢，就会反射出红光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小玉瓜这个果肉的话，它可以反射红光，也可以反射绿光。好，他说这果肉呈现的颜色应该什么？应该是红色的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。所谓黄色的就是它可以反射红光跟绿光。红光跟绿光它混合，这两个光混合以后就是黄光了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C 啊，红光照下去，它可以连反射连红光，所以看起来是红色。你也可以照绿光，绿光照下去的话，它反射也是绿光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小玉瓜的话，这个就变成绿色。所以答案的话应该选 C 啊，红色。